这就是假大爷，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众将死战，非我。这个邓艾国家没有办法，也不是别的，他就是没办法，他只能打够，因为你面对这三个群雄，你毕竟二打三嘛，对吧？毕竟二打三，确实只能打够。但是这边我其实建议邓艾，你如果是邓艾玩家的话，你可以先把这个先打够，就尽量不要让别人卡自己，还是自己去卡别人。这其实游戏有很多小细节，把很多小动作做好之后，胜率才能蹭蹭蹭的往上涨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给我三连，都看我视频。这边吕布，他没有距离，他只能打断过家伙。哥们也是很能囤，很能卖啊。对，国家确实是这种将啊，就不吃一副牌逃了，他都拿一半了吧都。边何太后也是直接阵亡，这边群雄强度确实不高啊。群雄现在整体都是偏弱的，这边邓艾继续打工。远照进攻火攻，哎，这边打得非常聪明啊，先把蔡文姬的血量压到一滴，然后去杀这个吕布，让田丰田丰蔡文姬崩死，这样的话自己不用吃断肠了。而且这个邓艾是处于一个翻面的状态，当然自己也是，但是杨飞鱼加杜玉的一个能力是，你如果说真的残局进鏖战，他绝对是优于这个邓艾国家的
对吧？但自己现在是卡了在国家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田嘛，对吧？而且自己还有血量优势，但是那一波很可惜没有收啊，又收到人头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这边继续三成三七三九杀崩坏，秀勇才德非常非常的强，哎，真的是晋国无弱将啊！边继续三成火烛出其不意嘛，好的，直接拿下游戏的胜利。有卡一天天的设计的什么玩意儿？真是的，也不设计点凶杀，也不设计点厉害的女武将，讨厌。好的，我们来看到第三把，第三把是一个魏国三打五，这一把就是完美诠释了真正的一线位不需要死，他甚至两个人可能都能打翻对面。老有人说魏国不行了，这一把就让你们看看魏国到底行不行。真男人就不能说自己不行，这一把是直接荀攸离点首让。荀攸这个将我之前说过的，他配离点是最强的。如果说大家荀攸配到离点的话，尽量就没事就回去把自己让换了。当然了，90%以上我就建议偶尔有些情况你需要，我觉得很少有情况需要你换掉离点，说实话很少。尽量不要去换了吧，因为他确实配离点最强的。离点这个将本身就很强，然后其次对吧，还能找牌去守他爆发，非常非常厉害。在他在魏国真的挺幸运的，甚至可以说跟离点曹丕是平起平坐的。因为我以前在视频里也说过很多遍，离点曹丕是魏国最强的。然后现在我觉得荀攸离点，可以跟离点曹丕比比。哇，这一篇是丢富到丢曹吗，兄弟？
看到这会儿了，绝对是真爱粉啊！那么国战男主角贾诩袁绍登场，直接开黑就完事儿了，对不对？放箭放箭，替我挡着，接着剑身美，好，这边先驱，继续 A。苹果翻过来，好，然后开始乱舞。这边虽然我很不赞成袁绍手上 A， 但是他只要能赢，你就看着特别爽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个人袁绍是肯定不手亮的，但是只要他能赢，你就觉得特别爽，直接一斩七。真正的名门，高贵的名门是不需要理由的。好的，视频真的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支持，记得给我三连哦，真爱粉们，拜拜。